昨天上午，录制了一个梦啊，我看一下。刚才做了个梦啊，梦里边，好像我叫人家干事情轻手轻脚的，哇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下子跑过来一个人，把一个女生脖子一卡卡了，气也喘不过来，也不知道是我被卡住了气喘不过来呢，还有一个女生气也喘不过来，卡在脖子那边，然后我就醒了。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，雕像了，宇宙中心，正在印，已经做好的雕像往这边印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，我们地球上一个叫复活节岛啊，复活节岛上有好多那个巨大的那个石头石雕啊，那个石雕啊，那个石雕，在地球上看得见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正在，正在研究那个石雕是，怎么做的啊？怎么又让人家看得见呢？所以。就按照他们这个方法，哪怕是简单一点，做那个石雕，我们看到有时候看那个石雕图片的时候，地球人呢，绑了一根绳子，绑到他的脖子上然后就移动他，因为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大没法移动啊。后来有的人想到什么办法，把这个东西从泥里挖出来，或者在地面上挖好了一个，用绳子啊，绳子。套在他脖子上，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，两组人呐、啊，在左右侧面，就拉的时候，在前面稍微偏前一点拉，这样就是你这一旦晃起来的一块，晃起来的一块，他就可以让前面过的两条线是慢慢往前移动了是这样是这样，这样。这样像个不倒翁似的，把移动起来了，绳子拴在他脖子上，拴在他脖子上，这样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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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那个宇宙中心呢，又要想办法要做我的雕像了，因为原来做的那个都，他们认为是看得见的，但做出来又看不见，所以这个对他们很困惑。就像我有时候说的时候，我说我看到了什么，我看到了什么，但是我最后又强调了几句话，我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到，因为我看到了，但我就想不出来人家，看到有没有看到，所以有时候要从别人的嘴里边说看到了没有，如果他说没看到，那就没看到；如果他说看到了，那真的是看到了，那就真的是看到了。有点像是这样，这么一回事，原来他们，这是昨天上午8点多钟了，我起床干了一会事情了，然后，感觉有点累了，又去睡了一觉，睡了一觉的时候，梦见这个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